在品尝孤独，那倾听我们的菩提树，月光下依然在朗读，直到思念的日子，你也在默默的哭，那些随风飘落的诺言，融化在心灵最深处。我情愿化成落日，当作你的护身符，走到哪里都带给你我不变的温度。我情愿化成影子，当作你的护身符，走到哪里手，走过这一生都那么满足。欢迎王子明，我才知道你是七零后啊。对呀、啊，没想到我还以为五零后。最近忙什么呢？最近在开始忙新唱片了，开始在出唱片，大概今年的十月份吧，会发行新的专辑。那太好了啊！我希望你专辑能够大卖，出好作品。欢迎子明。